这样吧，我们来试播一次吧。好，试播。今天我要推荐的产品是这款即食红枣香莲银耳汤，只需要60秒就可以冲泡，享用美味。我看你刚才在跟我介绍的时候说的还挺好的，怎么现在看到摄像头就紧张了？你该不会是对镜头恐惧吧？我不是，我再练几遍就好了，我自己再顺顺。不是，有些时候，做事情要找到方式跟方法，不是你硬着头皮上就可以的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呢？现在看着我，就不要再看摄像头了，你就看着我，你就当做是在跟我介绍产品。那你是要陪我直播啊？那你酒店工作怎么办？那你把刚开始的直播时间就定在晚上8点左右吧，这样我下班我就可以过来。这样能行吗？试试吧。那我试试。今天我要推荐的是红枣香莲银耳汤。哎，琴姐，你看，双姐居然在直播哎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希望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关注，咱们明天晚上8点不见不散哦，拜拜。你睡着了？不好意思，没有打扰到你吧？已经播完了。你是不是最近酒店工作太累了？那你明天不用来了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没关系，我再陪你几天吧。